家好，我是 Sandy，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蒜蓉焗羊蟹蓋，可以去超級市場買這些現成的已經釀了蟹肉和雜菜的蟹蓋。另外一個材料的主角就是這些蒜蓉，我預先自己做了啲蒜蓉，再加埋啲橄欖油啦，同埋加咗少少鹽，撈勻咗佢啦。我相信係有啲職業婦女咧最容易做嘅呢樣餸。我哋將啲蟹蓋攞咗出嚟，解咗凍，攞咗佢出嚟，擠喺個焗盤上邊。咁我哋咧就將啲蟹蓋放入焗爐，以180度就焗佢10分鐘，咁啊得噶啦。這個蒜蓉焗羊蟹蓋就完成了，大家回家都可以試一下。